接下来我的外婆蛇形面会给大家表演音乐，另外呢，在另外那个楼顶的玉兰阁的二楼，有孙中华老师会给给我们这个云冈的女同学书法的，同学们欢迎过去。 洪成老师看着很年轻，但是他自幼习武，是我的师父洪军生先生的亲传。最近几年呢，在大青山上那个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，是我们大青山太极拳国际泰拳学院的总教练。 Entire Yilu form. Junsheng老师这几天啊，那就是里里外外，整整的一个星期也没睡一个好觉。感谢。